做那档时候，你知道哦，吃到马上整了。还有尿骚味 ，Oh my god！ 一毛就没办法、啊，我觉得很恶心啊，马上封锁他了。他没有很好就算了，没有就算了，就看看就好，看看让他丢脸，对，让他丢脸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小姐调查剧，还没订阅我们八一小姐频道的朋友们，赶快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！夏天要到了。女人，你除毛了吗？男人不说不代表男人没在看，别让你的毛毛吓跑了天才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调查，到底有多少人有私密除毛的习惯 ？Go go！ 你们本身有除毛的习惯吗？有啊，会有除一毛。剪毛我会刮。地下毛。不私密除也跟我的据点一样哎，真的，我每个月都有除。你在健身哦？没有，怎么可能？还是你天生骨架大？胡子或者是腋毛？不会除胡子吗？胡子不会，我会想留。你会想留胡子？啊，你现在怎么没胡子？长不出来。没关系，我们帮你剃。不会啊，男生干嘛除？男生有什么好处？去打雷射。他都除哪里的毛？手脚的。怀孕的时候才会，对，一般的时候不太会，因为我没什么毛，所以就还好。有都除胡子，然后下面的。为什么会想要除毛？因为要穿短袖的，但我被看到了比较肉的衣服。现在高中生都这么开放吗？不好看，看人啊，就是有的人适合，有的人不适合。你觉得你不适合有毛？对。那女生也要舒服一点，她不会闻到不好闻的味道。我就，天啊，狐臭味。对，他在我脸上刺刺的，很不舒服。不碰他，你会觉得你脸刺刺的。我忍不住想碰他的冲动。对，比较干净，然后比较好看的，自己看了也比较好看。很热的话会闷闷的，就很不舒服嘛，所以就会想把它除掉，而且也会觉得是种美观这样子，对内在的美观，自己看的也舒服。我的脸毛好，就是比较粗，然后比较密，照相的时候会。不好看，天比较闷热，这样会感觉比较清爽，也比较卫生。怀孕的话就是私密处，私密处的话，因为避免感染啊，或是一些比较闷热，所以我们都会除毛。然后要生产的时候，医生也会跟你说一定要除毛才能做生产。对，就是干净度还有舒服度会差蛮多的。对，而且会变成一种习惯。那有没有就是之前还没有除毛的时候，带给你们什么困扰，或是发生什么很尴尬的事情？就举手的时候会被看到，他说：“哎，你没刮一毛、啊。”然后就有点尴尬这样。朋友毛很多，然后不敢跟他讲。我会不敢跟他讲。没有，很好就会讲。很好就会讲。他没有很好就算了。没有就算了，就看看就好，看看。让他丢脸。对，让他丢脸。女生的心机日常。做那档时候，你知道哦，吃到马上整了，还有尿骚味。Oh my god！ 有时候刺刺的还蛮不舒服的。准备回去会算盘。就是我女朋友会嫌我肚子的毛比较多。你有毛啊？一点点的。那你会除吗？她会叫我除，但是我没有除。你没有要除？原来是个任性 boy。那你们会想要去除私密处吗？我觉得是要修会感觉有点不舒服吧，就是因为现在夏天就很闷热嘛，所以私密处那边就是会比较闷热这样子，就是比较需要修剪这样子。本来就已经蛮想去，本来就是因为夏天比较闷一点，稍微，但不会到完全没有这样子。假如说就是如果月经来的话，会比较干净，就比较不会有异味。除完之后真的有差很多吗？是真的有差，会，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嘛，然后就是可能有时候月经来什么的，就比较不会闷热这样。看个人吧，对啊，其实不会强求。干嘛呢？干嘛呢？狗跟没有的话，没有应该比较好。那为什么会希望没有？看起来比较舒服。容易刺，对，比较刺，对，比较刺，对。知道蛮多男生都会想要女生把下面的毛除掉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这样看得比较舒服吧。看着比较舒服。那如果今天你的另外一半是有毛跟没毛的，你会选择哪一个？我会选择脸好看的。我是没有毛的，但看起来比较大啊。对啊。没有啊，我不会幻想这些东西。他都长一样啊。
弟弟，看来你很有经验。他一毛炸开来，一毛一毛就没办法，我觉得恶心啊，然后封锁他了，直接封锁他。不会的，老了，他那么老了，对啊，年轻就要了。原来是年纪的部分。有些男生对自己体毛不是很着重，对，他就觉得那个是他们男性的象征嘛。嘿，以上就是我们这次的街访调查。其实除毛的好处有非常多，除了外观上，还有健康上，还可以增加跟另外一半的小情趣哦。那小姐调查室，我们下期见，拜。我希望有十八六，对，要有十八六，对，六什么？那个六吗？哦，宽度，宽度，对啊，我要跟美国一样这样，嗯，比较舒服。这应该不用打马赛克吧？不用，这是矿泉水可，对，我们没有业配。好，对，谢谢，谢谢。